林志玲和言承旭去年被拍到在马来西亚秘密约会后，两个人的一举一动又成了焦点。这次又传出小两口确定在今年的11月结婚，到底是真的假的呢？三月的时候被爆出言承旭已经在巴厘岛订好了9天的婚礼场地，被大家推测是不是跟林志玲的好事近了呢？之后又传出林志玲在大家面前亲口表示会嫁给言承旭，这结婚的消息还真的是爆不停呢。而林志玲本人对此并没有多做回应，面对这些传言好像早已见怪不怪。其实小两口的感情已经纠缠了15年，分分合合的消息不断，让网友们也表示真的好希望可以看到两人修成正果。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等到这个世纪大复合？大家只好再慢慢期待咯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